好几天了，一根羽毛还是没有收回来，可是他一直想要挥出去，所以四万根啊。 这只绿袖鹦鹉是前几天掉下来的，可能受伤的幼鸟，因为有一只羽毛一直都收不起来，养了几天，它好像一直想飞出去。我们今天示范看看，它一直停留在这里，有一根羽毛可以看到收不起来。 青鸟来了，绿袖鹦鹉有一根羽毛收不起来。 飞走了。